来把卡兹克，呀完了，这把被 counter 了，对面蜘蛛打野，好像在野区打蜘蛛19开吧，主要这个蜘蛛切蜘蛛形态的话，我孤立无援就没了，他有小蜘蛛咬不过他。我以前看到对面玩螳螂，我就很喜欢玩蜘蛛，野区包赢。嗯，他们这个阵容比较灵活，疾跑还很好用。昨天那一把疾跑螳螂很帅的啊，但我没看的话，可以看录像复习一下。野区幽灵，刚好还是炼金龙地形，1v5。这个蜘蛛一般都是到3就开始抓人了，打蜘蛛的话一定不能先手打，被反动到你就必死，因为螳螂抓人一般前面需要一起手。他应该是蓝区三组野或者双 buff 蛤蟆速3的，我看他才12个刀，你没看到吗？信号都发了呀，还交了一个闪。这中路有点控在的，蹭下经验就好了，不要露头。露头的话，下路就知道我来了。他这波应该要去上，这样的话抓下的概率成功率会更高一点。经验也吃到了。钱对于打野来讲，前面作用不大，经验比较重要。你满血别怕、啊、卡莎，直接开疾跑开杠，他跑不了了，这线这么长，开个疾跑 A 到死了。他去中了，我去反蹲一下，这波可以打了，抓到就死了。机械飞爪，这也勾回来了。说实话，我感觉有点假，不过还好假的是我们这边，那就没事了。下路先退一下，等我出来，我吃个和谐升6级，我来杀猪了。这个时光这么点血，没闪现会皮，就代表打野在附近啊。看到没有？什么是意识啊？我信号都打烂了，兄弟，释放其必有妖。五级稻草人。等一下机械人过来，这边好像是有个眼在绕一圈来，卡博士也干他，他变人形态那他死了，疾跑续上他跑不了，一越级跳走，开二双加速，再往前冲，再打个 AQ 孤立无援，再 A 一下，这就是疾跑的好处，只要线一拉长，对面是比较灵活有位移的阵容，疾跑就比闪现好，因为疾跑的话我们带着这个天赋他3分钟不到一次，刚好我们刷完一圈野也要2分多钟3分不到一次了，所以你抓一波人刷一圈野，疾跑又好了，就你每一波gank都有疾跑在，但是闪现就没有了。打灵活的阵容就带疾跑，177秒吧，3618，3分钟不到，这个时候带错的去翻一下这几天的录像啊，你没见过的不代表它是错的啊，先进化 Q 再进化啊，这几天带疾跑螳螂主播都杀疯了。他是人形态，等他交易落地，好、哦，他死了。开二加速，打 A Q 孤立无援 ，W 死。这把野区给他干爆的，这道人刚才没跳二的是吧？没跳二的话，他如果5秒内没上线，他估计在墙里面准备跳大，我们准备用 E 溜，不要跳出来。他怎么来的这么慢、啊、
这个蜘蛛这样打基本就废了，蜘蛛不能一换一，他除非跟打野，因为一旦断节奏，这个英雄太吃节奏了，对面打野再发育你就没得玩了。等一下，他从家里有鞋子开二过来，满到了啊。这把游戏已经跟他没关系了，这个蜘蛛要是一换一，除非换的是打野，不然不要一换一。开疾跑这个线，他也死了，再开二，再开二，这个线很长，看到没有，线长你这个距离就等于两个疾跑，不是两个闪现啊，你用两个闪现的同时你 CD 还比闪现要慢，全是这种灵活有位移的。这男生要推线了，这波直接给他 做掉可以了。等兵线进塔，好，孤立无缘有了，直接 Q 啊！他们中野 AP 吃技能控制的，直接夜刃水银鞋废掉他。有这件装备在，我们可以一打二了。这个男枪闪现还没好，这种玩上当射手的都蛮好抓的啊！再抓他最后一次，又是这个熟悉的角度，他没看到我，卡诗也进来了。这龙去的话有点晚了。两段，一段进一段草，20秒，这两层皮刚刚好。正常的情况下，11级进化 R 这打法，劣势的话还是得进化 W。这波不打了，他叫人了，反蹲，这波不能主动抓。来两个以上，我们就走。但打没有孤立无援啊，我抓不了啊。哎呦，我都想走了，他硬要打，我没这个水银血感觉死了，这不死不了，后面有个时光在，稻草人在打控，他还有复活有控，怎么可能能杀呀？我这波有二可以打了，这稻草人没大，时光也没大，来上。他直接被秒了，这个人，能勾一个吗？这直接勾过来死了，勾到小兵去了，他现在钩子全空，等于没有。对面点控太多了啊，那不给信号就叫上，谁给你信号再上，我发的信号是退的呀，自己强行要上，机器人给他发了吧，这个人说给信号要上是我没想到的，把眼排了。这边隔墙有人，来机器人勾一勾一下，赶紧勾中一个，不然你的英雄真没用了，直接给他秒。先把龙收了的，这时光秒了就很好打了。隐身一下，这一直有减速。应该能点死吧？他没技能了。大呢？没有。这把队友不太稳，赶紧把 W 进化出来。这男枪怎么溜回去了？他没做眼呢，抓个单，赶紧升16，这有人在带了。他们这个阵容打团有点恶心，又有点控，又有群体控，还有护火在，容错率有点高，这样的。一二呢？二没好，他用过了好像。就好了，再来一次。
这些人稍微一有点劣势就打得很急，他们他这么打的有点破罐子破摔，你知道吗？再杀一次南墙来。没必要，我等我找机会啊，不都在杀人吗？怎么这样送的太快了？这小少爷又得安抚一下了。妈的，又开始说卖了，我发信号让他走。这个人要不然就自己信号看错了，要不然就机器人给他发的。你别打字了，你要被杀了，你站脸上了，你还在打字。应该是有眼，我感觉。把人砍掉，他们不知道。我们三龙了，被拖下龙魂，有人替过来。把石管给偷了。只有这样才能赢。先秒个能复活的，然后把龙抢了。要是杀的慢一点，他就要开始摆烂了。别冲你！哎，你这个冲谁跟得上你啊？你武速鞋开 W 加速，都被宰了这么多次了，心里还没点数？我马上十六了。他武速鞋开 W， 我这么高一速，我们跟不上他的。接你下来，蜘蛛跳下来。只有疾跑进化 R， 再要加幽默才可以千里奔袭，知道吧？这就是这打法的魅力。只要你技术得当，有一个走单了，直接瞬秒，然后再利用木刃的隐身，再掏下一个木刃，打完一套再开 R， 你有三段 R， 加上你的幽默，加上你的无情猎手，加上你的疾跑，加上你的 R， 有。直接一千一速，一千一速，对面反应不过来，你可以跨越两个草的距离，就跟以前最老版本那个进化二可以无限隐身那个版本打法是很像的，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草被动隐身，然后进入下一个草买个五速鞋，就疯狂跑就完了。这把如果不带疾跑，先把石管秒了，还赢不了。这石管有复活，贼烦。他给他 K 大了，走走走，偏个大走，这波杀不了，没孤立无援。道人过来了，先破一个王冠。偏一个大招，他没大了，等他大结束再杀他呀，这不给他回血吗？减速，他大马上结束了。再减速，幽梦隐身，他大都快结束了，他拉的血回起来了。这个石棺被我偷怕了，知道吧？他被我偷的有点怕，我现在一摸他，他就得开二。那我们就改变一下策略，那我就不秒你，我偏二我就走啊，偏二我就走，然后减速一下，这不就 C 起来了吗？啊，把凯瑞给我发在公屏上，急什么呢？你看前面不安抚一下他，他要投降了。所以有时候游戏打得好并没有用，你的队友摆烂了还是很难赢的，毕竟这是一个团队游戏，知道吧？这把还是一个很经典的华贵人机恶十杀啊，翻盘局啊。